认真，我会回来。没有啦，有没有人有过敏的？过敏睡一觉就好了。但都没有人会过敏哦、喔。过敏真的要睡一下啦，稍微躺一下、啊，然后打呼一下，鼻子就顺畅了，就通了。不可能啦、啊，我十点回来，认真。十点回来。十点回来。刚吃了个药，感觉躺一下很舒服哎、欸。代班，哎、欸，纪博月，中场休息一下，十点进去、欸，我躺一下。你不会躺一躺直接昏迷啊？不会啦，我会设闹钟哦。真的吗？不需要有人去到你家，然后敲按你门铃叫你起床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代班好，阿瑞，我到我 DC， 你进来。字太小了，十点可以打给我吗？不行，拜托不要。OK， 要代班的进我 DC， 我直接去躺。